有老铁说想看张淑赫的样子，今天终于安排上了，怎么样，是不是也很漂亮？蓬松雪软，非常好吃，好吃还好看，喜欢的老铁跟我动手去做做吧。准备南瓜泥180克，加入3克酵母，1勺白糖，加入300克面粉，边加边搅拌，搅拌至面絮，下手揉成光滑面团。揉好的面团盖上保鲜膜或者保鲜袋，醒发至2倍大。醒发好的面团放在案板上揉匀排气，一定要多揉一会儿，把里边的气泡排出去。然后把它搓长，分成相等的小面剂，把每个小面剂揉圆揉光滑，取匀面剂按点擀薄，表面刷上一层油，然后用切板分成4小份，像视频中这样把它交叠在一起。中间用筷子压一下，然后两边立起，再用筷子压一下，然后向中间夹，一个小生坯就做好了。全部做好，盖上保鲜袋，二次醒发15分钟。醒发好的生坯放入蒸锅，水开后计时，小火蒸15分钟，关火焖2到3分钟。挂式小花卷就蒸好了，一会儿装盘准备开吃。装盘可以开吃了，个个蓬松暄软，好吃还好看，喜欢的老铁动手去做吧。